持一下啊，大家都非常想跟你打招呼，但是我们现在也希望你来跟我们勉励两句。我们最厉害的唐院长已经来到了现场。唐院长啊，是咱西丽家产，伊是目前嘛是点亮慈善基金会当主席。啊，咱看是啥个产业的新闻，就是咱的这冠军。不好意思，稍微见识一下。啊，唐院长，登基以来，伊拢怎样吼？权力有一个平行面就是责任，所以哈、哦，起码也给了你管理，让火一这个声望逐步高升。来，咱来欢迎咱的三林教授，咱点亮慈善基金会张署长，你管理韩国瑜院长。谢谢，我们今天。认真的女人最美丽，我们最认真怕表的张立山张县长们的啊哈，还有我们云林县议会的大家长黄议长，云林县各位各乡镇议员，好几位议员代表都在这里，还有我们溪流七坎武术基金会的李明哲议员，还有台北义亲会我们冯理事长，以及点亮基金会的邱元宝执行。